都不是简单的事，必须得明白许多真理。逐步的实行真理，逐步的实行真理。人的信心一点一点的就培养起来了，人对神的疑惑就越来越少，对神的误解也越来越少，对神的误解也越来越少，对神的疑惑误解越来越少，人的信心就大了，临到时就能寻求真理了，明白真理也能实行真理了，消极反面的东西越来越少，积极正面的东西就多了，能实行真理顺服神的时候就多了，这就具备真理实际了。人有真实的信心，明白真理会分辨，能依靠神得胜肉体，有胜罪的能力，能站住见证对神有真实的顺服，能为实行真理受苦付代价，能忠心尽本分，能忠心尽本分，有追求真理追求被成全的心智，这就越来越好了，这就能走上追求真理被成全的路了。没有任何环境任何困难能压倒他拦阻他跟随神，这才是最蒙神祝福的人，是神要得着的